我叫你一声义父，你敢答应吗？东宫如此厚爱于我，吾有觐见之礼呀、啊。贤弟，宫只在你翻手之间呢。哦，这吾儿何事？我堂堂大丈夫，安肯为汝之义子？放心，何故变心？你，公国不弃，不愿拜为义父。我得奉先，真天赐应接也。吾儿快起，吾儿快起。将军啊，我欲将小女送与将军为妾，不知将军肯纳？哎呀呀，岳父大人在上，受小婿大礼。哎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圣旨在此，奉诏讨贼臣董卓，其余不问。奉先我儿为何如此啊？老贼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刘备乃是我兄弟，今刘备已去淮南，徐州既有可乘之机。好，回复我院长，就说我今夜袭取徐州，让他做好内应。是。恭维座上客，不为阶下囚，何不发一言而相救？不，仅愿降明公。恭维大将，不复之，何愁天下不定？玄德公以为如何？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？来人，在拉下去一死，而后消首。刘备奸贼，汝乃天下最无信义之人。